来今天呢，我们之前排歌的时候，我们在讲说，我们今天要多排一些歌，少说废话，多唱歌。哎，我刚刚那个黄汤下肚两杯就，哎呀，话就多了，真的哈。不然我以前是很讨厌说话的，就是。好啦，主办方。也本来也觉得说，我今天上台是不应该喝酒的。你看大师就是不一样，你看上台前还要徒手，你看润滑一下。哎，什么？我讲什么？啊，我讲什么？哎呀，对，我今天都是挑一些比较有点。哦，所以接下来这一组好像已经超过20个。今天歌单。谁排的？谢谢你。对，要符合阿姨的年纪。对。这首歌，对，哎，二十几年有没有？应该没有超过30年了，好不好？哎，那蔡琴的《被遗忘的时光》，好，有听过吧？哈，这首歌之前在那个《无间道》吗？是不是？对，哎，好像那个。刘德华也有唱过哈，没有唱啦，是电影里面。是哈，好了，废话少说。敲打我窗。
中那欢乐的情景，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。敲打我窗，是谁在撩动琴弦？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，慢慢现在我的脑海，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。哇，咳出来了，是不好意思，年纪大了，哎，痰比较多，好不好？好。